选对了人，伊的气质，哦，一个小学生，然后但是你的气质就是一个小王子哦，然后你选了一个小公主，我就觉得你们两个超搭的啦。然后呢，大人小孩的合音是非常困难的，在音色来讲，哦，咱的唱歌这个音色来讲，但是你们是音乐才子跟才女，四手连弹，我感觉你两个真正。感觉我就觉得今天的表演都太棒了，所以三组我都觉得太棒了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啊，平燕，你知道什么叫做选对歌吗？就是啊，都还没有声音还没有发出来，我就觉得嗯，这个歌对了，这个歌对了。你们这四首连场一开始的那个画面，那个声音，我们就觉得是对的。谢谢老师。